睡一起，我觉得是可以增进感情，因为就是人和人之间交流都有一个安全距离嘛。就如果陌生人他可能越过这个距离，你就会对他有防备心，啊，就很不舒服。但是你整天睡在一起，可能这个感觉就会变淡，可能这个安全距离就会缩得比较小，所以我觉得睡在一起会增进感情，相处得更密切了。平时排练嘛，然后因为要增进感情，然后我跟顾海，也就是景瑜，我们一直是睡一张床上的。然后我第一次跟他睡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其实特别紧张，我睡他边上，我特别害怕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动都不敢动。然后后来我就睡着了，然后第二天醒来，我发现我是这么睡的，他在床边也是这么睡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们就手搭手啊，早上起来这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了，是吧？说到了刚才说在提前会有很多的训练和培训，你们真的就是住在一起然后睡同一张床吗？是啊，就真的安排是这样？真的安排是睡在一块儿。会不会一开始觉得说不觉得哎还是有点，一开始 我朝这边你朝那边，三八线拉一条，你不要过来啊。也没有三八线，我们心里面有一条隐形的三八线。开始就我睡一边，然后他睡另一边，就我们谁也不说，但是谁都不会跨过那条线。然后呢慢慢手都不会伸过去，屁股也不会撅过去。干嘛要撅屁股啊？睡觉呢有时候抬个腿，对吧？那之后呢？之后呢我也说就手也过去了，手也过去了，早上起来晃，一个大手啪卡到脖子上啊，那腿就也后面就慢慢就 OK 了，后面就熟悉很多了。 对熟悉了之后、okay。像在拍艳照、床照一样。你拍过呀？这种感觉。别瞎说了，咱们是青春校园，很清纯的。搞点事儿，搞点事儿。这没有搞事儿。上床。不是这段戏没有搞啊。搞点事儿。A B 结婚证。啊，两个。我想我这卡在哪儿不卡？搞点事儿还不卡？都看见你都搂上去了，以为你有惊喜呢。我以为别搞事儿。我想我还要卡，我准备睡觉了。怎么样，先起床吧。你读不了微信。我看你不起来一直拍你。什么慢慢的起来？不能慢慢的起来，要起来就要一下起来。